哟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红姐。那么今天我变成了一只小黄猫，大家看这只肥嘟嘟的小黄猫就是我，尾巴也非常的肥。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这个人就是我的主人，一个大胡子男人。主人快陪我玩，我们只要用这个猫爪子抓他几下，右上角有一个生气值就会慢慢的增加，然后这个主人就会来抓我们。哎，我们就可以跟这个主人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了，是不是非常开心呢？但是我们其实是有任务的，任务就是弹吉他啊，当然不是。不过呢，既然摸到了吉他，我就突然想高歌一曲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。哇、哦哦、主人你头上冒火了耶！主人你要不要灭火器啊？我们家灭火器放哪里的啦？主人你这个花瓶放这么高是不是很珍贵啊？我帮你拿下去。主人，主人你没接好。哎呀，主人花瓶碎了。主人你是不是很心疼啊？哇，主人你这个火越烧越旺了。主人不行的，主人你赶紧去灭火，不然你这个要发烧了呀。你看我是多么暖男的一只猫咪。哎呀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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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，你怎么把我抓住了？主人我要出来。喵喵喵喵。哎，主人不动了。主人我在这里。主人你看我充满活力。主人来找我呀。主人 No， 主人我不要在笼子里，我要出来，我要出来。哇，笼子被关上了。哈哈哈，主人我出来了。哎呀，我怎么自己跳垃圾桶里了？观众朋友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左上角，左上角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任务，我们的任务是打碎十件可以打碎的物品，以及破坏掉其他的18个物品。哎，是不是感觉很容易啊这个游戏？哎呀哎呀，这个跑酷失败了啊。喵喵喵，主人快理我。主人我在这，主人快来跟我玩啊，把这个小眼睛推下去。好，这边一步一步跳上去，上面好像有一个不倒翁还是什么东西啊，反正还有花瓶。哎呀，主人花瓶掉下去了啊，碎掉了。主人这是不是心碎的声音啊？哦，我们可以打碎的10件物品全部打碎完了，但是还有一个可以破坏的东西去哪了？还有一个东西在哪里呢？啊，上面有一幅画，我要跳上去。哎哎，我跳上去了， nice， 漂亮。哎，怎么又有一个东西啊？哇，主人你怎么把这个眼镜放上去了？人家好不容易才弄下来的。主人 nice， 任务完成。哦，小猫非常的开心。哎，这个主人怎么回事啊？主人你不生气了吗？主人你看我都把你家弄成这样了，你快陪我玩呀，我还没开心够呢，我好寂寞的。主人快来抓我呀。主人来，这次我给你抓住哦。主人我给你抓住。哎，把我放进去。好，我又跳出来了。主人厉不厉害？哎，主人主人再玩一次嘛。主人哎，来来来，再陪我玩一次，过来，不要坐下呀。主人你看我在挠你哦。主人快来抓我呀，你看我自己跳到笼子上来了。主人我超聪明超听话的哟。啊，主人你又把我抓住了。主人你好厉害，你要把我放进去吗？主人你怎么回事？你没有打开猫笼子就把我放进去了吗？现在的话呢是这个游戏的第二关，主人嫌之前的房子不够大，于是给我买了个大房子，有2楼哟。哎，这边有个遥控器，哇，能开电视。哎，哦，主人你怎么把电视关掉了？主人我都帮你开好电视了呀。主人你不是要看电视吗？主人主人你看这个魔方，它又大又方。主人还有上面这个闹钟。主人快看上面，我发现了一个好玩的，超级好玩。这地方有好多盘子。主人我要开始啦。主人听好了。哦，主人这个声音是不是清脆而又响亮，感觉叠叠扎心。主人快看你的枕头，猫猫超喜欢玩枕头的哟，要是能把里面的棉花撕出来就更好玩了。主人耶，任务完成， nice， 漂亮。主人我要来看一下这个电视。哎呀，主人你把电视关掉了。主人你不要关电视了好不好？我想好好的在这个沙发上看一下电视呀。主人主人我好不容易把你的房间弄成这样，你就不奖励我一下吗？主人你让我看一下电视吗？主人就一下啊。我又把电视打开。哎，我要把这个电视遥控扔到这个床底下，这下你拿不到遥控了吧。好，我过来看电视了，能拿到吗？啊，主人不可以，不可以拿那个遥控，不要碰这个遥控了。
你要让你家心爱的猫咪看电视哦。哇，主人终于妥协了，他不关电视了。主人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主人。OK 啊，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但丁的地狱这款游戏就先玩到这里。这款游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解压的游戏。如果说你在生活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，想找一个游戏来解压下呢，就可以在这个游戏中扮演一只猫咪，砸砸砸砸到你爽。那行吧，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订阅小铃铛，点赞点赞点赞，收藏收藏收藏，投币投币投币，转发分享这个视频给你们的小伙伴。那么团结友爱，互帮互助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家看我多乖一只猫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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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